外交部呼吁在乌克兰中国公民撤离转移。当前，乌克兰境内安全形势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乌克兰使馆呼吁尚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务必加强安全防范，并撤离转移。驻乌克兰使馆将协助组织有需要人员撤离转移，请在乌人员尽快与使馆联系，并登记个人信息。自行撤离转移人员请向使馆报备。 中国外交部呼吁中国人撤离，应该是中国得到确切消息，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进攻，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